虎妹子，你等一等，人家六个人呢，就咱俩，你跑啥？那我又不是第一了。那你跑了，我也不是第一了，那我也走了。这个人故意的，我的天哪！没开始他们都跑了。妹子，听见没？说你呢。你不是要等他们吗？你这坏蛋！我是来抓你来了。抓我？干啥呢，八哥？去！哎。此路是我开，摸狗打上一边去。小雨狗狗啊，什么鬼？地瓜都冲过去了，就是我多厉害啊，谁像你似的？我被小莫打下去了。可别，你拉倒啊，八哥，我不打你，你也过不去。赶紧把地瓜弄下去吧。好的，好的，收到消息，收到消息。不才，为啥？你是觉得我对你威胁太大了吗？大言不惭，谁在这说话？此路是我在，小雨哥哥。啊！地瓜妹妹。啊！干啥玩意儿？干啥玩意儿呢？你可自己跳也不让我打是吗？乌梅枝跳跳。不要弄我。妈，还有谁？啊！地瓜妹妹。啊！找到我，摇摇摇摇啊！哦，小雨狗狗，小莫别碰我，我救我，小雨哥哥，我吐了呀，莫狗子，我打死你！妈，哎呀，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哎，小雨，我们俩联手，打死他，弄死他，弄死他妹子！你一边说弄死他妹子，然后你一边打虎妹子，你这个人呀，哎，打的你！走喽！哎呦啊！哎，小雨姐，你急我干什么？哎！啊！怎么一下冲过头了？我的天哪！就是现在，地瓜妹妹。啊！哎呀！我还说打你一下呢，真菜，这都掉下去了。妹子，加油！加油！你不要打我，真好难。加油！好，不打你。我感觉你打我下去我就过不去了。好，我打小雨姐姐。小莫别碰！自己掉下去的，不关我戏。小雨姐姐，过门了。走了，走了，妹子走了。好烦呐！妹子走了，第一名是咱们俩的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小雨姐姐要过关了，我们假装没看她，假装没看她，以为我们放书几替小雨姐姐就逃跑了，就是现在。哎呀！哎，笑什么了？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，小莫！小雨姐姐气死喽！哦，气死了！啊！干啥？干啥的？能不能走了？人要懂得谦让，知道不？哇！差一点！哇！妹子，你走快一点嘛，莫去啊你！着什么急？站在后面你还着急？哎，大型跑酷啊！哎，大型跑酷对于默默啊！哎，大型跑酷对于默默，哎呀！哎呀，能不能过去啦？哎，大神跑酷对于默默来说就是这么的简单，这么的朴实无华。即使坑了很久大家，但还是能稳稳的保住第一名的好位置。想必这就是强者孤独，孤独强者。哎，大家全都离线了，默默在一起拿到冠军的宝座，非常的纳西。好了。下课，小伙伴们。